阿富汗7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属于阿富汗人民，理应用于阿富汗人民。上个月，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，美方无权挪用阿富汗的海外资产。这再次表明，冻结阿富汗资产的做法与理不合，与法无据。美国等有关国家应立即将阿富汗央行的资产归还给阿富汗人民，让阿富汗的妇女儿童从中受益，不应再以各种理由变相拖延。